春天咧好難得咧有咁好嘅陽光咯，同埋比較乾啊，今日又涼爽，咁所以係應該係揸車出嚟周圍兜下風嘅。好，我哋而家揸去西貢，因為喺屋企屈得太耐啊，所以要揸架車咧出嚟呢啲露天嘅地方兜下啦。因為我其實踎咗喺屋企咧成個禮拜咧，除咗教兩日書之外咧就係改卷啦。咁實際上咧真係好鬼辛苦嘅，即係如果你大部分時間咧都係 desktop work 咧加埋 zoom 啦，真係令到個人咧開始發呆啊。咁所以必須要抽時間咧出嚟郊區度兜下咯。咁我而家揸緊去呢個北潭涌嘅方向啦，因為呢度會經過海邊，咁可能可以喺碼頭仔嗰度咧行一陣咯。同埋今日真係好好天，好舒服啦，又唔凍。呢度沿途咧多車到不得了，頭先去到北潭涌咧。已經有警察咧喺沿路嗰度抄牌啦，因為實在太多人咧係胡亂泊車 ，double parking 啊，泊曬啲車路邊啊，真係好誇張啊！即係其實香港嘅郊區咧，喺星期六日咧，實際上喺疫情期間係非常之多人泊車嘅設施咧，停車場咧，真係嚴重不足咯。疫情之後咧，實在係多咗人自己揸車，就避開搭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嘅。北潭涌出翻嚟啦，喺轉翻上西沙公路，然之後翻屋企啦。頭先有架車咧就壞咗，停咗喺路中心。如果以呢條西沙公路嚟講咧，係真係非常之危險啦。而家咧，佢而家咁塞咗喺度咧，就超級塞車啦。